买不起，滚开！抱歉，我赔你衣服啊。我都看到你又是零了，装模作样，狗眼看人低。给我请你喝。哎，管家，我没钱了。从小都是我替少爷付款，您用不着这个，零花钱都在这儿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实习生麒麟。是你，新人记得请大家喝咖啡啊，必须点最贵的，才配得上我的档次。哪来的垃圾袋啊？这么能装，想请客自己掏钱。咖啡都喝不起的穷鬼，你也配来我们公司？信不信我一句话？什么请喝咖啡？不好意思，刚刚在跟总监视频会议，主管，总监问你呢。当然是我请大家喝咖啡啊，关心同事嘛。敢因我，你们完了。奇盛集团的项目你俩负责拿下，让我们两个实习生去谈价值10亿的项目，开玩笑呢？这可是公司今年最大的项目，明天谈不下来一起滚蛋。我们要是拿下了呢？那我就爬进公司。其实我莫总，你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放心，再难姐姐也会陪你。奇盛集团是我家呀，项目哪能说拿就拿？你一定能拿下，姐姐相信我。少爷，咱们奇盛集团的项目已按照你的吩咐安排妥当了。我跟你们没完。你真的做到了，太强了铁军。这是项目奖金20万。你快去拿，项目明明是我们拿下的，奖金凭什么给他？那看清楚啊，合同上签的可是我的名字。你什么？奇盛集团取消合作了？不关我的事，项目是他们谈的。你是学厨子的吗？这么会甩锅，还嘴硬？项目出问题，你们要被开了。我可以让合作继续，前提是开除他。就你？哎呀，这不是奇盛集团的方副总吗？有话好好说，看好戏了，少爷。你是奇盛集团的少爷？原来是一家人。奇盛，咱们的合作你看。奇盛集团可不会跟这种人合作。你得开除了。求求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是我永远不是泰山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属于姐姐的东西。